上了，就是泡水，你看这水上面。啊，这个那个就泡，对，位置要看得大就好。但是他又想知道他在哪儿。对决了，他下来了。偷偷摸摸的这只，对，他害怕那只。蹲那儿了，没坐，对，蹲着了。挺灵敏的呀，哈。你看，跟你蹲那桌子上那姿势像不像？蹲桌子上，你看像不像？跟你那个姿势。真像啊，对比图。你有一次蹲桌子上，你记得吗？我记得。就是这个样子的。要不然用他是他那个面部解锁，看星星你解开了。那真你妈！他老他舔着脚，舔着脚，真的吗？看见了，盘着呢，盘着呢。跟你那神态真像啊！好，跟你更像。就不像，我不这样坐着。哎哎，那个脚。抠脚，抠脚，猫嘴的毛，长脚气啊！又好啊，他绝对有东西。哎呦，不行，我这个后背太晒了，我得找一下绿。你不看你自己亲属了吗？你慢慢看你的亲属。能比你了哈。你看那个星星那个样子，像不像你平常打电脑用的电脑？大哥，这个人很可爱，是吗？你像，你看别的东西。怎么又拿一块布了？嗯，铺上。哦，铺上吧，铺上。这玩意儿，他拿两块布出来，这玩意儿。不知道。他也不用啊，这个。啊！你怎么还能听懂这个？真的是吧？我感觉他是挠背了。刚才也挠背。他拿块布吧。神经的，我感觉。应该加强一下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建设，这是青少年、啊，对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二十多岁有了，老年嘛，老年，就这东西在这养着那么好，它能活到60多，多，那心里有问题。他们两个人看着倍儿开心的，对，很亲属，乐死。
Thank you.